你放在门口就可以了。哦，原来是您哦。对对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你有印象哈、哦？好像 T 恤找你很重哦。DJI Osmo Pocket 到台湾，这是刚刚那个 Gary 给我的。你知道这个是谁的吗 ？Billy。哦，越简单的越不容易。你在哪里？你在这里呀、啊。片在转档中，然后有一点时间下来7:30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家有个新锅子，我老婆前阵子去换的，然后说用了多少点又加1000多块买，那这个小锅子刚好可以煎蛋，所以打算煎个蛋加吐司，今天在家里自己弄早餐。是哦，对，这边嘛哈，对，哦，原来是您哦，哎，您都在这边教，对对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你有印象哈、哦，对啊，好来这一个，好，好、哦，现在 P 兄找你们送哦，对，很多家、哦、现在很多家在送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好，拜拜，嘿，还认得我，等一会都在楼下教人家面胶滑板，这个应该是滤芯。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，看是不是滤芯、欸、是耶、欸欸、6路3路共9路，来1439，一个好像平均不到160块，那因为我泡咖啡都要用到过滤的水，所以这个滤芯是必要，好吧，9点多上工。晚安，现在6:20了。我觉得今天过好快，我早上忙一忙就网购了东西，忙一忙之后，我中午出去哦，对，今天很冷，今天比较冷，就觉得很不想动啊。然后中午出去买了8方云集。吃那种天气就想去吃那个热热的锅贴啊，然后那个他的萝卜汤，他萝卜汤一般啊，我本来是想要喝清淡一点的汤，汤可以，但是那萝卜没有煮透，所以一般，但是我不想吃，不想喝那个酸辣汤，然后后来就去买了蛋糕要当下午茶，那本来打算3点多4点左右要开始来泡咖啡，结果那个谁、哦、Gary 来拿他的荷叶流，整套4-5个东西他拿走了，对，然后每次他来我们两个就站在楼下，站在楼下，然后两个就这样随便聊，我们可以聊1个多小时，
刚刚聊到那个，我这边宅配来收宅配件，我还跟司机上楼，拿完东西再下去继续聊，聊到刚刚好像快5:30，对。那他来拿完咖啡的东西之后，跑去虎记去买咖啡豆，然后他刚刚跟我说，他有看到 Alex 在，就是虎记的老板在烘豆子，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。我说，哎呀。有什么关系？跟他打个招呼没关系啊，因为他有在说他想要看那个那波卡波卡的烘豆机。其实我也有点心动了，只是我还在考虑了，因为我现在这个 SR500 啊，问题出在我太贪心烘多，所以我想说下次试试看烘少一点，看看能不能改善。因为咖啡那个烘豆机的等级很多。我一直在考虑说，我就随便买一台，还是干脆就买好一点。那本来是想测试看自己有没有兴趣。其实对我来讲，现在是烘豆麻烦是一件事情，然后去拿咖啡豆，哦，拿咖啡豆也要花时间呢。那今天还发生一件非常对我来讲最近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 DJI Osmo Parking 到台湾。那今天先生跟我说可以先分配给我一些，但是因为第一批登记的人超过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照顺序可以通知我都通知，那如果没有通知你也不好意思，就是没有排到，没有排到，因为数量都有限，第一批大家都要，他不可能全部都给我满足我的需求，这部分我也能够体谅。不过比较妙的是，因为我同时间从官网也订，我上次有说，我就是想测试一下，因为每一次 DJI 出新品呢，台湾代理商总是比较慢，就这次真难得，竟然台湾到了 DJI 那边还没发货，而且我还记得我礼拜天我有跟他们客服联络，问他说什么时候可以发货，他们告诉我说还没办法。发货会自然会在订单上面显示，有没有办法？有什么方式可以优先？没有，没有方式。OK， 我是白问的，其实我知道没有了。对，因为台湾这边到的时候，我就把那边订单取消掉，我把订单取消。后来想，我应该不要取消，因为这边有朋友拿不到，那我没有那么急啊。不对，我要拍开箱。对，好了，我明天会收到那个 Osmo Pocket， 收到明天第一个时间开箱给你们看，然后直接就用它来拍 vlog， 对啊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来，其实现在比较晚，6:25了，但是我还是打算泡一下咖啡再走。啊，今天助理请假，助理请假就我一个人，通常只有助理请假，我才会在这边录讲话比较大声的，不然他在旁边。我总觉得我在那边录，他在旁边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会觉得很奇怪。好，啊对，明天我有场发表会是 Netgear 那个做网通的，他有新品，然后在地点又在我家那里。那我本来是想我明天不回来，可是明天 DJI Osmo Pocket 会到。如果他早上来，早上就来的话，我处理出货，我就不回来。如果他是下午才到的话，那我可能就要回来，看情况。然后今天有个厂商啊，因为他们有代理新的耳机，又是耳机，然后问我 能不能开箱，可是我最近耳机我都还没有开完，我还有一支那个 Cray Baby 的 Air 1S， 哦，那支音质还不错，我听了好几天，但我还没时间拍。那现在有些厂商，像这个比较旧的厂商啊，他都会想要用产品交换，就是耳机给你，然后你就帮我弄一篇。我弄一个影片或开箱，我现在不想写开箱，我都拍影片，可是拍影片又很花时间，我没办法，马上弄，马上来，随便拍一拍就可以上，又没办法。其实我在想，我如果用
拍 vlog 的方式直接拆直接讲也是可以的。不然老实讲，单独拍一个耳机，可是那耳机因为我耳机蛮多的，我现在耳机蛮多的，我光真无线耳机现在手上有好几只，有五只，我手上有五只耳机，其实我根本用不完。对，这个月吧，这个月要早一天，我会把我手边测试的东西，然后现在真的闲置在那里没用可惜的，再拿出来拍卖。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粉丝团的，我会放上去。我在考虑是用 po 文的，或者干脆我们来直播直接这样问。可是直播问没有人就很干啊，像人家那种直播喊，很多人会喊，那很有趣。啊，如果我介绍完，然后都没有人理我，好像蛮尴尬。不过我一直想要早一天拍直播，因为像我们一般首播不是用打字的方式吗？我觉得蛮好的，大家闲聊不错。所以我有在想说，是不是影片我干脆改中午，然后我中午就发片，同时就可以做首播，顺便跟大家聊天。哦，这也是一个方式。啊，不然就是一个礼拜排哪几天中午发片，那平常是早上发，这样我就可以有早上有时间去运动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想去我们那个老师那里烘豆子，但我没先跟他讲，我觉得没跟他讲就去就不好。那再加上我今天没有那个感觉，我想回家休息。这我自己烘的，我就烘的不好，那个没有透，闻香是都香了，可是没有透。我忘记我这个盖子没拿下。好，来煮吧。啊，一样在煮。我早上在家里煮啊，那个火力没有这个火力集中，那个火力是侧边这样上去的，所以我用的不是很习惯。还有些人觉得泡虹吸很麻烦哦，其实还好。但是就是要准备这种器材，那它在下面加热之后会让空气膨胀，然后把水挤上去，它并不全然是因为热上去，然后这样已经很滚之后呢，水滚火关小，我像这个就有分层，下面是透明的。好，来开始。它迅速让空气压缩，它就会把上面的咖啡吸下。然后这个刚泡起来，我们香味很香，就冒烟。但现在温度其实有点烫，我估计大概应该有85度，没有90哎，它90、91，它会慢慢降，现在还有86度。
那通常最佳适口的温度三十几度，反正就是不烫，你太烫你都喝不出味道。其实我们去上课，他是有教，他说什么有什么解析温度、是旧口温度，还有一个我忘记了，我都没记得。还冒烟，我现在很烫。可是蜀红溪啊，上去温度不是100度，了不起就是92、93度，93、92。蛋挞，这是我们那边有一家温哥乐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3颗100块，3颗100。那通常平常的时候我会买3颗，我跟助理一人1颗带回家。那带回家那颗通常都是我老公去吃，我发现他蛮喜欢吃。那今天有助理不在，我带2颗回去，看谁要吃。啊，为什么我不买多一点？因为我老婆都会买。我老婆几乎每天都会买面包，所以通常吃的我都不需要担心，她都买好好。像我下班，像待会回去啊，就有东西吃，不用准备吃的东西。对，这点是还我就觉得蛮好的，我都不用花脑筋在吃什么，或者是小孩在吃什么，那个我老婆通通搞定。对，好啊，这边吃就准备回去。那今天大概是这样，那明天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会把DJI Osmo Pocket 开箱，然后寄出去，然后另外参加一个 Netgear 的发表会。如果上午就可以拿到的话，搞不好我下午发表会就可以用。啊，如果没有，就是下午。对，那看情况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一起期待明天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对了。这是刚刚那个 Gary 给我的，因为我上次帮他改滑板，然后后来他回来了，我看他滑板上贴了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有这个？你知道这个是谁的吗？”对 ，Casey 他老婆的牌子，哦 ，Billy， 谢谢，这很漂亮。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哦，为什么只有字你会觉得它很漂亮？它没有任何花样。就只是字而已，其实有时候素素的越简单的，越简单的越不容易。贴着聪明啊，知道楼下比较温暖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啊，妈妈救弟弟啊！猫耳朵，小虎是你的耳朵吗？是你的耳朵吗？是你的耳朵吗？你的猫耳朵吗？啊，他在楼下对不对？他是在楼下睡吗？哦，回来就上去了啊、哦。可是他热热的，昨天冰冰的。你睡哪里？今天有冷。对，今天比较冷。嗯。好，今天穿风衣都会冷。好了，走，吃晚餐。啊、哦，好了。好了。